你们赶上了一个伟大的时代，有那么多先进的飞机等着你们去试飞。可是，试飞员跟新飞机一样，都要经过各种极端条件的考验。雷雨测试失败，坠机不及格。我再来一次。下来吧，你已经被摔死了。怕。我不能不飞。以最大的速度爬升。收到。试飞员是刀尖上的武指，让前线的战友能够无忧虑作战，放手一搏。感觉怎么样？快上路！我都要飞。